杨幂，愚人节快乐！情人节送花，我生日送花，现在你还送花，你不能送我瓶酒吗？我喝醉，你哪里有机会啊？这不是怕喝不过你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嘿，杨幂，你咋来了？来干嘛？我怎么不能来？顾客就是上帝啊！不饿了，你过来晚饭。你要饭啊？什么？我要饭啊？我不想要饭，我想吃拉面。那拉粗的还是拉细的？ What? 你这网管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？随买都行都行。那我给你配份榨菜，你配不配？我配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不配，你快点。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拉去。给你，刚拉的，热乎着呢。什么就刚拉的？走了，破网了。杨幂，如果我帮你，你会怎么办？ What? 我会反抗啊。哦。如果我亲你的话呢？也会啊。那如果你别光如果呀，毕竟一个女孩子的力气也是有限的。杨幂，你看，宰你，快来玩啊！有趣。哦，那走吧。你怎么不走啊？你踩疼我了。我喜欢你，嫁给我。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传的话糊涂心了。坐下。重来。我喜欢你，你呢？我也喜欢你。哎，杨幂，你在干嘛？哎，你说一笔怎么画出这样两个圆啊？哎呀，这多简单！别吹你。那我要是画出来了，我就对全网妈来着叫老公。哼，你肯定画不出来。哼，你看好了。喂，你看一笔两个圆画成功了吧？这吧。老公。老管多少钱？12块。能开发票吗？不能哎。行吧。哎，等等。Only you。滚！哎呦我的妈！看什么看？多少钱啊？哦，好。我太难了。这网吧里的人有病吧？明明不能在室内抽烟的，他们还这么猖狂。网吧里不能抽烟，那这样我要公司打火机了。是我的，我的房车，我的自行车。我操！哎呀，我的天！是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网管，我这里有很多，拿我的。下一个傻逼。